慢走啊，慢走。杨哥，我去跟上。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你坏了我大事，我砸烂你那赖里头。把人都撤了啊，滚蛋。这文寿没住镇上啊？没有，许是为了安全吧，我也没敢多问。哎，你说这帮将军了、王爷了，他妈他们哪个都是好几条路子预备着啊，好几条船的踩着，你甭管谁赢，他们都照样是王爷，照样是将军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，早死的、替罪羊，都是那些榆木疙瘩脑袋的莽夫啊！哎，长哥，那咱现在有够呛低了，不算榆木疙瘩了吧？嗯，不算了。将军有将军们的张良计，咱有咱的过墙梯啊。万一哪天眼高了、手低了、走窄了，咱们抱住他们大腿逃出上天。多亏昌哥给咱搭上的通天的梯子。对，全靠昌哥了。嗨，走进去，咱好好喝两杯，敬昌哥。我叫回上菜。别光顾吃着，先办正事儿。对对对，我到马拉棚看。哎，大飞，你把那蒙古兽医照顾好了，别让日本人闻出味儿。我昌哥真是干实事儿的人。行。我。去。苏，弟弟，我来送粮草。哎，太君辛苦了，慢点啊！哎，我去，都轻着点儿，轻点，轻点儿。这惊了马，打扰太君休息。大补酒。哦。啊！哎，我说苏，咱们什么时候再去找那个小秀莲啊？随时啊。只要太君你喜欢，我随时奉陪。嘿，进来。苏，今天不是你坐班，你来干什么？不，送马料啊。您不是说这匹马是给武藤大佐的马吗？所以马料我要亲自送。马不吃夜草不肥，我这匹马料都是精料，保您上膘，保您的马上膘。你很用心，皇军很欣赏，我哥一定要记住，除了送草马，中国人不得入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都检查完了吗？检查完了。放心吧。是。好。行。四匹，发蔫了。二爷，怎么这么少？我说你俩就放心吧啊！我药劲儿用的小，不然啊，哪像瘟疫传染？这回你这马鬼子可玩小鬼子。我说老二，我陈大眼什么时候蒙过事儿啊？你小子也别偷懒，我可把招都交给你了啊！有你忙活的时候。
您教我，这可是您祖传的秘方。告诉你，平常了，捂得严严实实的，没人知道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嘚嘚了。你以前咱是老百姓，现在咱可是八路了，大公无私，知道吗？觉悟提高了，高了，提高了。胃部没有发现残留毒液，肯定不是中毒，是马的心血管阻塞而死。什么原因？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，不过我怀疑可能是带有传染病的瘟疫。瘟疫？荒唐！大佐阁下就要来了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马上隔离所有病马，还有马上把病马解药送到太原化验，一定要找出原因。可是从病马发病的速度来看，现在送到太原检验恐怕来不及。太君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儿，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意思是，你看我们人啊，要是去很远的地方，就有可能头疼脑热拉肚子，我们叫水土不服。您这个马会不会也水土不服啊？要不然就染上什么当地的瘟疫了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有这种可能。苏洛，哎，你马上找出当地最好的兽医，一定要快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为皇军效劳。报告长官，又倒下一匹。撤开鞍路！哎，这个文少，去把门关上去。这文少爷的药还真神呐！啊，哎，日本军医来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哎呀，中国的地大物博的，什么奇人异事没有啊？哎，不过我看小日本这次可是真黄了。长哥，我看咱们是该动手了，要不我去请那个兽医来。哎，不忙，让日本人再着着急啊。等他们急得不成了，咱们再，哎，雪中送炭，哎，大功一件，哎，还是苏连长想的周全，啊，别急，咱等等，文少爷那儿也好知道咱办事的辛苦。对喽，你想想啊，这主意是人家文少爷出的，药是人家文少给的，这都是人家的手艺。咱们办的太容易了，人家不领咱这么大情啊！啊，对。再说，耽误半天儿，误不了大事。你回去也好跟文少爷那儿编故事，这件事情多么多么不容易啊！日本人防得多么多么严，咱们费了多么多么大的劲，对不对？成，那昌哥，我先回去。回去吧。哎，把门给我关上。事情成了，苏荣昌已经带着大眼进去了，没露什么破绽吧？没有，那个鬼子没起疑心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我找着个兽医，就是他。来来来，赶紧看，赶紧看。太君，
据我这么初步一看啊，这应该是秋黄瘟疫的症状。秋黄瘟疫，哎，秋黄瘟疫，你给说细致点，告诉太君怎么个秋黄瘟疫。不是，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、啊。这我祖上传下来的，都这么叫。哎，这病可少见，百年不遇。我那会儿也小时候在陕西跟着我爷爷，就见过那么一回，后来就再也没碰上过。怎么传染的？这个就不好说呀，这许是上天什么节气不太对，这原因有很多种，这没法说。荒唐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瘟疫，而且他也说不清楚原因，我们还是等太原的检验结果吧。啊，不不不不，太君，他们家呀好几代的老兽医了，很有名的。这些走江湖的土郎中，他们这手艺都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，传男不传女，传子不传婿。能让他写报告做检验，那肯定不行。但治病他会，有绝招，有偏方。你看这小子啊，有一号呢。喂，你确定是秋黄瘟疫？再让我看一眼吧。哎，看看看。冒昧的问几个问题啊，就这几匹马，这是不是马群里最壮的？对呀、啊。这死之前啊，还活得倍儿好，还吃的特别多。是啊。然后突了然的就打烂尖了，临死的时候啊，还会发出一声嘶叫，特别的凄厉，就跟这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这声。那就没错。应该是秋黄瘟疫，你知道怎么医治吗？给你脸了是吧？给你脸了是吧？你跟太君这儿摇头晃脑的，给我治好了。哎，你给我做主啊！你的爷爷一定留给了你什么绝招？我现在就任命你为黄协军的干活，全力救治骏马。谢谢太君。太君。别说我爷爷了，我太爷来了也治不了啊。太君，这不过不过什么？说。不过呀，这病的传染速度啊，不是很快，得趁早把病马跟死马跟这好马分开，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。我们已经这样做了，但是战马还是在不断的传染，不断的死掉。我跟你说。这病的传染速度不快，可是传染性强啊！这什么马的唾沫星子、气味、空气，都能传染，所以啊，得把这病马跟好马分得远远的。这死了的马呢，得拉到更远的地方刨坑埋了，才能治这病根儿。完事儿以后啊，得拿那个石灰水把整个马棚好好的洗一遍，消消毒，那应该就没事了。队长。要不然咱们按他那法子试试，反正他现在已经是黄协军了。哎，您放心，这小子我紧紧的看着呢。如果按他说的法子还没有效果，我头一个我饶不了他。好吧，你去布置吧。是。还有，把兵马拉到远处埋深些，注意保密。您放心吧，我一定。把马都深深的埋好，我保密，而且我把这马厩的犄角旮旯我都打扫一遍，我不留一丝血味。走走走。喂，快按我说的去办。飞哥让我提醒你，今晚他值班城防，只有苏荣昌过来，没咱们的人，你小心点。苏荣昌是不会回去了，你们多注意，别引起鬼子疑心。嗯，明白了。保重。喂，太君，这儿这儿，王太太，这些都搬出去。哎，这回我能当帮佣了吧？扫干净了啊！好嘞，大哥，咱俩先把这活儿干了啊！行。
二叔。山里边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预备了一些石灰，等会儿掩埋的时候，周围撒上石灰，一定能把瘟疫彻底消除。营长，都装好了，把马棚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丝味道。是，您放心。师傅，谢谢你，皇军不会亏待您的，为皇军万死不辞。辛苦啊，晚上回来我给摆一大酒给你解乏啊。谢谢苏营长。看紧那小子，万一有什么差池别让他跑了。你放心，把这都给我打扫干净，不能留一丝味道。听见了？干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家少爷啊喜欢他那手里那相机。你可别生事啊，赶紧把这打扫干净了，回去还得回家。回家？家里头可比这儿苦多了，你受得了吗？哎，我说你，干活去。少爷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苏荣昌这回就回不来了。大海那边再一闹，鬼子肯定认为苏荣昌反水。给大爷盯紧点，万一有变，咱四爷得把鬼子挡在镇子里。对，要不然少爷那边人受手，就是平原。肯定是亏。峰哥，这事是不是太容易啊？文少爷那靠谱。小子，终于长点心了。这是记着点啊。您的意思是？看见文少哪不对？拿下，日本人也不喜欢。可要是日本人知道了咱……所以我说要死的吧。明白。那王菲那儿？还有王菲。昌哥，哎，辛苦辛苦。哎呦，半途而废，这回咱哥俩两头大功，那是一定的呀。文少爷见昌哥这么大力，他肯定铭记于心，重重的记上一笔啊。哎，兄弟，这事儿办这么漂亮，多亏了你啊。昌哥，牵线搭桥的，这么大功劳，我不能独自领一人情。昌哥。露脸的事儿，说什么得算你一份儿。哎，来吧，你给王连长找匹好马。来，这个王连长正值班呢。嗨，昌哥提携我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在这值班，盯紧点。走，昌哥。你就别带枪了吧，啊，让人看见好像以为咱们防人家似的。对对对，昌哥考虑的周全。来，兄弟。上马，好，上马，走，兄弟，行，走。出状况了，啊，飞哥被苏荣昌带走了，通知少爷了吗？他来不及了。飞哥示意我以前计划进行，你们事成之后马上撤出，我在城防接应你们。行，知道了，你先去吧，自己小心点。你还盯着那个照相机，别耽误了大事儿。头头交代事儿，那才是正事。他们来了。
屌子怎么也来了？他们这是要拿王连长当人质呢，留点神，别伤了王连长。行。哎，兄弟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不是文少爷吗？啊，带人见到没有？这是您的面子。哎，你们都给我多留点神，听见没有？文大人，总算是没辜负您的一番信任，麻袜都给您带来了，就是稍微有点打蔫儿。蔫儿不怕，一晚上就精神。孙营长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呦，我早就惦记喝您这好茶了。这，啊，文少，我这有个好东西。小小心意，请您笑纳。啊，皇宫里的物件啊！嘿，文少，慧眼，识货，没错，这就是宫里的皇上用的，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。想当年我爷爷的爷爷，就在皇宫里跟皇上。咱不说那么远的事了，总之，您喜欢就好。苏营长是满族？不是，我就是汉族。可这镯子，可是皇宫里的物件啊，看成色，皇族专用啊。您不是满族，那就更不是皇族了。您确定您祖上是在宫里待过？对呀，我爷爷的爷爷就在宫里的吗？那就奇了怪了，那您是哪儿来的呢？不是，我记错了，我记错了。这个东西它不是我们家祖传的，它是我一个朋友的，他爷爷的爷爷是个太监。孙营长，别上心，玩笑。反正那个。马我也给您送来了，这个您就留着吧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着什么急啊？苏营长，你那马也不错，既然来了，你和马就都留这儿吧。文少，您怎么这么，简直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干什么。别动！走！我得会会这劈刀山。这儿，别看了，上马追。
军坑。报告长官，宋昌他造反了，他居然烧了咱们的马棚。什么？反抗？命令城防王妃追击叛军，苏荣昌阁下无论，派赶快进城！苏荣昌造反了，派快！是啊，赶快进城！苏荣昌造反了！跑得挺快啊！你是谁？你说我是谁，我就是谁。你小子到底是谁？我就是忠孝，也是你的索命无常。祁岛山，早就听说你腿上功夫好，不能光是跑得快吧？哎呦，劲儿，劲儿，劲儿！还跑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你那个大海副官早把马场给点了，你要是这么回去，小鬼子认定你是反了，不把你活剐了，我跟你姓。进进练练，你把我打赢了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随便跑。这话说到这份上，那就你死我活吧！在日本人那儿没得多少油水啊。祁岛山，不能光玩水，得玩腿，上腿！瞎掺和，听听我说的话啊！如果他赢了，放他条生路。好，都听见了，他说的，我赢了放我走。苏荣昌，小鬼子都已经认定你反了。苏荣昌，你知道放火的是谁吗？他就是大海，对，你的副官。苏荣昌，你回去还管用吗？胡说，这回有点意思。再来，好。
你看我那弄什么？看，嘿，你小子还真给弄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这小子为了这个，差点把命给搭上。别胡说，行啊，燕爷。哎，这不知道自己要麻去了是吧？不是你说的就让四虎嫂子和仇儿给他们照张相吗？哼，整明白的，等接着四虎嫂子再和你算账。报道是，还顺利吧？还行，鬼子没看出来破绽，认定是速溶厂反了。你们去那边继续放枪。 别停啊！快快快！走快快！飞哥，速溶厂是死了，你可以回去请功了。但是和日本人打交道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鬼子已经认定速溶厂反了，他也完蛋了，由不得他们不信。请。哎，表哥，连长，连长。 流点血回去倒是好交代。没事，你们到查房那儿等我，我送送王连长。王连长，今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。药山镇今后就是我濮阳庄八路军的桥头堡了。你放心吧，今后咱就是八路军埋在鬼子身边的定时炸弹。 八路教咱啥时候炸，咱就啥时候给鬼子来个窝里开花。好，这次你们回去，鬼子不会轻易相信你的。万一有变，千万别冒险，尽快撤出来。我一定会坚守好这个桥头堡的。嗯，谢谢你，飞哥。保重，保重。 就在前面。哦，看这回民摊怎么样？这是我们这镇子上最好吃的，是吗？不能让连长带您吃的。连长，连长，二弟，偷偷他们回来了。大败了，大获全胜，真的，真的，呀！你看这下子，好多的大洋马。我不去，中校太不像话了，一点章法都没有。你不去？不去。 真不去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你不是说你不去吗？哎呀，大儿子，连长，嫂子还等你报呢，是不是？连长，我错了。 这回没有服从命令擅自行动，一会儿我就跟大眼跟老二我们关紧闭去。到我们这次在腰山镇埋上雷了，腰山镇彻底无忧了。咱防区跟团部之间就再也没障碍了。万一以后有大会战，那咱跟团部就能协同作战，对平义城的鬼子形成加工之势。这也是上级派咱们来的目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大会战啊？咱不能老反围剿啊！等咱以后有了实力。 咱就得大反击打回去，是不是？是。大老爷们，咱是说正经事，别插嘴。我跟你说，好嘞。三二一，这什么干什么？这可是洋玩意儿，照相机。没见过吧？什么？大老爷们，瞅着照相特地弄回来的。船儿，照不照？照。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让座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就能到那里边上？把领子系上啊。这儿看，这儿看。系好了。连长，看这儿。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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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三。
您坐，也别忙活了，您帮忙。嫂子，您快坐吧，我们这都是沾了您的光，您要不来，这连长哪舍得让我们见油花啊？就是，没错，嫂子，今儿啊您就别停筷子，一定多吃啊，您多吃。大菜是哪个？您尝尝，我亲自给您做。哎，你小子怎么四平八稳坐着，还不能给人倒酒？别冷。哎呦，对，嫂子您喝酒。哎呦，不行，喝点。我啥时候喝过酒？你喝点。那行，给我倒上，我替你嫂子喝。多来点。哎呀，侯少大眼啊，你上哪儿整这么一大盆的肉啊？打着野猪了？没有。这老太爷不在，我说了算。我把祠堂上供那个猪头啊给炖了。大人，你是不是又犯纪律？啊，你们私自行动去腰山镇的事儿，我还没处理呢，你这又把祠堂的肉拿来，你不是犯纪律吗？小心关节紧闭。嫂子，你别吓我。连长，这嫂子都在，你别老给我乱扣帽子。来，我给你倒口酒。不是，你说你跑到祠堂里面把人这肉拿下来，那老百姓知道了怎么办？连长，我现在虽然是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，可还照样是陈氏宗亲、陈氏祠堂的守香人啊！别说这一猪头了，整个浦阳庄上的东西啊，全姓陈。我拿自己家东西犯什么纪律？老二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没错。哎，司福哥，您就放心的招呼吧。啊，老庄主啊，去解放区后区啊，学习参观去了。现在眼爷这代理庄主，祠堂俺们说了算。再说了，这也不违反群众纪律，是真的。不是，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就是。咱自己家的是不是？啊，对呀，没错，快哥，死不过，那就吃。行，反正啊，这肉已经炖熟了，你再想把它摆回去，不可能了，是吧？等下回，咱们再缴获了鬼子的牛肉罐头，给咱们老祖宗供上，让咱们老祖宗啊也开开那阳婚。对，是。白爸爸。嗯。白爸爸。哎，好小子，真乖。哎，我刚才没听见。你叫他啥？白爸爸。那他呢？黑爸爸呗。哎，别瞎叫，我是你爹，别整那洋玩意儿啊。哎，那我呢？你们不是爸爸，是叔叔，爸爸不能太多。谁学的呀？乱七八糟的。嫂子，平时啊，老听司福哥说您这歌啊唱的可好听了。今天大伙高兴，您给咱们整两句呗。你怎么净跟人瞎说呢？我平时唱的不是你教的吗？这可不是胡说八道，嫂子。我入伍的时候老听司福哥从那唱，什么妹妹啊、姐姐啊什么的，后来才听清楚，原来唱的是嫂子。来，愣着干啥呀？鼓掌啊！来去。行，那俺就给你们献丑了。这一对对的鸳鸯。水上漂，人家都就说四草满儿啊好，你要是有那些四草就慢慢家教，你要是。那些事擦就了呀嘛，在这暴风雨中
着暴风雨。